看看这条小河，水特别少，水流也不急，今天就在这个地方钓。已经连续在这钓两次了，只有这一个地方水还能宽一点，大概有4米宽，但是我下来以后，估计鱼都被吓跑了。然后我还是准备往左面打，打到那个位置，那边有点窄，也就2米多宽吧。 捡捡单单，开点饵料，然后少开一点就够。看，特别的好用，这个窝。今天还是用2米7鱼竿，水深25厘米左右吧。这地方水特别浅，最深的地方也就这样。2+1的线组。 6号的锈钩，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吧。2种饵料，一钩挂一个。哇塞！鲫鱼一条。 太猛了，这个飞上来，哎，这钩我是挂了2个饵料，漂亮！这鲫鱼皮毛真不错。 漂亮，这鲫鱼饿的呀，这么瘦，看看，漂亮，又一个大鲫鱼。 真猛啊！这黄金鲫，太漂亮了！看，黄金鲫。
这大不大？这牛不小吧？飞上来。漂亮吧？不钓了，还剩了点饵料，把这饵料喂鱼吧。多扔几次的话，这鱼肯定会爱上这款饵料。然后咱们看看鱼货。这么多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个赞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